东东，朴姐，请说。去年宅男女神网络票选，我是不是第一名？比第二名高出好多票呢。那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？如果把变态都算上的话，说不定就破亿了。那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吗？没有，除非他喜欢男人。那东东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，乔姐，你是不是跟大乔哥吵架了呀？不是说好了人妖殊途不玩真的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东东很伤心的。你这就是典型的失恋了。拼命工作，拼命购物，拼命喝酒。闭嘴！我就是失恋了。东东，晚上喝酒去。回去了。天小姐，你还好吧？东东，只有你对我最好，我脾气那么差，你还一直在我身边。天小姐，不要太伤心了，我是你的头号粉丝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不伤心，我很快乐。去，给我点一首《分手后的天空也是粉红色的》。没有这首歌吧？别胡说，我的天空就是粉红色的。快去。小姐。